全世人知。天怪，则天怪，哎，这是决断小人呢，而且里面还隐藏着帝王有难的卦象。帝王有难，哎，那不就来了一头吗？看来皇上真的是沈万三的下一个目标。微臣叩见太子千岁。阿弥陀佛。平身。谢太子。国师，高明师父，你们怎么神色慌张呢？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启禀太子，微臣卜得一卦，卦象显示天魔。天魔怎么样？快说。哦，这部分老衲我来说比较快。这卦象是说皇上有难，也就是说皇上是杀破狼的命格，子午时生又是孤寡之身，所以正好符合这沈万三练天魔功的标准人选。简单的说，就是沈万三要抓皇上去练天魔功。谢谢。启禀太子，这是卦象显示，但是这是有关皇上安危。您信其有，莫信其无，请让微臣去皇觉寺保护皇上。沈万三太可恶了。国师，我跟你一起去。我也去，我要为月瑶报仇。大老皇子，你不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大老皇子，天魔武功非常的厉害，再加上月瑶姑娘刚遇害不久，你的心情还没有平复，微臣担心你这一去对事情非但没有帮助，而且你还会遇到危险。微臣认为你还是留在宫里比较好。就是啊，哎，退后啊，刘国师啊，不轻易泄露天机的。他既然这么说，你就知道要退后了啊。听你们的意思，你们去找沈万三，一定是生死相见了。既然如此，皇兄，你还是留在宫里，本王跟他们去就行了。不行，太子，太子是摄政王，身负国家重任，绝对不能冒险，还是让微臣跟四皇子去就行了。请太子在宫里等我们的消息吧。国师，高明师父，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微臣告退。告退。阿弥陀佛。虽然是清修之地，但是四周未免也太安静了。震天罩！不杂不杂，不也多杂。菩萨菩萨我也躲藏，哎，心掌化如丝，破
刘伯温，你看看，有这三脚猫的烂阵法就想制服我，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了。没关系，尽管把你的本事都展现出来吧，你尽管放马过来。朱元璋，我今天就来取你的性命，这一切都是你欠我的，你怨不得人。还有，你别以为靠着刘伯温那些自以为百密而无一疏的天罗地网就可以保你一条狗命。我告诉你，这一次也是在劫难逃了。刘伯温，你用这种雕虫小技想来对付我，会不会太好笑了？别说我是你的师叔，就凭我现在已经练成了一半的天魔功，我就可以破解你一生所学的任何阵法。啊，菩萨菩萨，我也菩萨啊，啊，破！南达拉萨贝，南达拉萨贝，诸天神佛，过往神明，十方诸众神，去！安德拉，安德拉，伯爷功德拉，万事化千真。南达拉萨贝，南达拉萨贝。绝寺这么大，朱元璋会躲哪去？国外重力，诸邪现世，万恶天灵，邪尽天灵。师兄，你要不要紧？这不是中原的法术，不过这么一点小法术，我还不放在眼里。你受了重伤，我先替你疗伤。就是这里了，朱元璋，你就是躲在这里，对吧？四方折磨阵，刘伯温，算你行，知道对付天魔宫要用这个阵法。可惜，这只对第一层的天魔宫才有用。现在我已经取得林月瑶的命格，所以功力又高一层了。这个四方折磨阵也阻挡不了我。朱元璋，你的死期到了。别马家栋，马家栋，他们一撒多落，给我族类磨断其声，魔神显威。
师妹，谢谢你。你不用客气，我刚刚已经用内力帮你止住体内逆流的气息，暂时不会有危险。但是，你为了要帮林月瑶布下紫薇护身大阵，已经耗损太多的真气，再加上这次受伤，你最好不要再施展法术了，要不然。 你的元神将为耗损殆尽，连武功都可能会尽废。可恶！想不到沈万三的法力变得这么高强，连我们俩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也很意外，沈万三他的法力竟然进步得这么快，他的天魔功都还没练成，法力就这么高强了。要是让他练成天魔功， 天下绝对免不了一场大灾难。那怎么办呢，师妹？我现在暂时没办法施法术，你一个人要怎么对付沈万三呢？现在用法术根本就影响不了沈万三。看来我只好用离魂大法赶到黄觉寺，直接对付他。 直接对付他，师妹。现在沈万三的法力已经这么高强了，说不定连他的武功也在你之上。你这样贸然前去，实在太危险了。不然怎么办呢？难道要我眼睁睁的看他练成天魔功吗？不行，我们越慢出手，他的魔力就越高，到时候要对付他就更加困难了。人家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绝对不能让他练成天魔功。我就知道，以我现在的内力，这种阵法根本不构成威胁。现在，就是现在。 我终于要去取朱元璋的命格了，总算让我等到这一天了。当初你是怎么对待我的，今天我就怎么回敬你。 总算让我等到这一天。 当初你是怎么对待我的？今天我就怎么回敬你。刘伯温，你到底在这里搞什么鬼？沈万三，你蒙面来这里，想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你想杀皇上，对不对？ 朱元璋人呢？我早就知道你会走这步棋，所以我就安排皇上去别的安全之处。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我的目的就是要引你出现。刘伯温，你真是找死！薛万三，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竟然想杀我父皇！我饶不了你！ 老四，你要不要紧啊？我不要紧。沈万三，把月瑶的命还给我！人。
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没时间陪你们玩了。你们走，不要追了。哎，退后！哎，快快快，快把椅子拖过来！我要赶快去退后疗伤。快快快快快！沈万三，替你和月瑶姑娘报仇。奇怪，怎么了，国师？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大蜡皇子的掌纹不见了。掌纹，六国师。退后的掌纹为什么会不见？不是命格被取走的人，掌纹才会消失吗？没错，沈万三要取的是皇上的命格，大蜡皇子的掌纹怎么会不见呢？国师，沈万三想要杀的是父皇，为什么会取走朱月皇兄的命格呢？国师，沈万三他取走朱燕的命格，是不是跟他修炼天魔功有关系？皇兄被沈万三杀了，人手上的掌纹也被取走了。是的，太子。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刘国师不是劝他，叫他不要去的，
为什么他还是不听呢？太子，这可能是天意。微臣已经劝大唐皇子，叫他不要去，没想到他还是跑到皇觉寺，牺牲他自己的性命。奇怪，沈万三不是要杀破狼命阁，子午时出生的人吗？这跟朱燕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杀了朱燕？是啊，国师。 只有综合解释。据本王所知，黄兄是李娘娘所生，他的八字也只有李娘娘知道。沈万三怎么会找上他呢？答案在这儿啊！哎，高明师傅，你这是？最后是老大我的徒弟，无论如何我都要查清楚，可是沈万三为什么要他的命啊？ 那高斌师傅，你查出来了吗？查出来了，老大我呀去查了资料以后才发现，虽然呢退后是在明镜出生的，但是李娘娘进宫之后呢，就把她的生辰八字登记在内宫里面了。啊，哎哎，你们看，在这儿，啊，原来退后的也是杀破狼命阁，子午时出生的。 你们看，啊，在这，原来退后啊，也是杀破狼命阁，子午时出生的。难怪沈万三找不到来历头，他就杀了退后的来当替死鬼。自从皇兄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对父皇一直很孝顺，没想到到最后，他还是代替父皇挡了这一劫。 奇怪，这个沈万三怎么会知道朱燕是他练天魔功所需要的人选呢？根据古书里的记载，修炼天魔功的人练到第二层以后，他只要一看到对方，就知道对方的命格是不是他所需要的。再说，杀破狼命格之人，一生命运浮沉很大，要辨认十分简单。原来如此，这个退后。 原本呢是个没爹的孩子，却突然变成皇子，而且他也真的是这六亲缘母，难怪沈万三眼睛一瞄啊，就知道是他了。可惜老大我呀还给他取了个法号啊，叫退后，就是希望他做任何事情都能多想想，能够领悟退后啊原来是向前的道理。 不过每一次需要退后的时候，他就偏偏给我往前冲啊！哎呀，高明师傅，人死不能复生，你一定要节哀。常常啊劝人家这句话的，就是老大我了。现在换成你劝我，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啊。不过退后是我徒弟，我看他被坏人活活打死，我心里边还是会难过。 我真的是流根未尽，尘缘不除，佛祖啊，罪过呀，罪过！本王也觉得皇兄死的真不值得。太子，既然已经证实天魔就是沈万三，那么是不是能释放我妹妹何金枝？当然，刚才本王已经叫朱棣去大牢把金枝放了。 谢太子，娣儿，娘，阿姨，无罪释放。姐姐，哦，我当你的阿姨啊，还真是倒霉哎。随便你爱关就关，爱放就放。阿姨，娣儿身为皇子，职责所在，所以对自己人会特别的严格。 这点要请你多多包涵。唉。
好啦，我知道，我的外甥呢很正直，我让人家关起来也是应该的。不过我告诉你，那个天牢啊，下次能不能弄干净点？我没骗你哦，臭虫还真多哎。娘，真对不起，弟儿这次又误会你了。没关系，弟儿，娘知道你是职责在身，我不会怪你的。母子嘛，误会解开就好。老四啊，你不止要跟你娘说对不起，你还应该跟她说谢谢。刚才沈万三对你出手的时候，幸亏你娘及时救你一命，要不然恐怕你现在也跟着退后一起去西方极乐世界了。娘，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傻孩子，娘救你是应该的，只是很可惜，我要是早一点到的话，也许朱燕就不会死了。朱燕呐，朱燕，想不到我没去找你，你却自己送上门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却不费功夫，这真是天意助我，天助我也。虽然没有得到朱元璋的命格，得到这个傻孩子的也是一样，想不到他的命格竟然符合我所需要的条件。这么一来，我只要找到最后一个命格的人，就剩这么一步，我就能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然后成为至高无上、百毒不侵的天魔了。到时候，整个大明朝的人就像我手中的蚂蚁，只要我轻轻一捏，就粉身碎骨。到那个时候，我就是呼风唤雨，化为天魔的天下至尊了。你们所有人都将臣服于我，畏惧我，崇拜我，甚至到最后牺牲你们自己的性命奉献给我。现在沈万三已经取到两个杀破狼命格的人，他的天魔功已经更上一层了，我们该如何对付他呢？不好了，不好了！太子千岁，大事不妙了！单公公，何事惊慌？禀太子，天要降大祸了！这个夜天，苏州、江州、亳州一带都在下火雨，一团一团的火球从天而降，坠地起火，现在到处都是火灾，已经烧死了好几万人。什么？有这种事？是啊。本王知道了，你先下去。是。是天魔功。启禀太子，沈万三修炼天魔功，已经到最后一层境界，他快要成为天魔了。重卿，事到如今，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围剿沈万三，否则，等到天魔现世之日，后果将不堪设想。太子说的很有理，虽然现在的沈万三很难对付，但是我们还是要快点想个办法对付他，要不然到时候等沈万三变成了天魔，我们就更没有胜算了。话这么说是没错了，可是我们连沈万三在哪都不知道，要怎么对付他呢？启禀太子，高明师父说的没错，我们现在只知道沈万三是在亳州、江州、苏州以及应天这四个地方，但是不知道他是在这四个地方的哪一个。要修炼天魔功，必须在大量的山川灵气汇集之处，
如果我们知道他在这四个地方的哪一处修炼天魔功，那么微臣就可以根据山川江河的气脉走向推算出他的位置了。可是难就难在我们要如何知道他到底在四个地方的哪一处呢？这并不困难。贺娘娘，你现在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已经掌握什么线索了？如果我们知道他在这四个地方的哪一处修炼天魔功，那么微臣就可以根据山川江河的气脉走向推算出他的位置了。可是难就难在我们要如何知道他到底在四个地方的哪一处呢？这并不困难。贺娘娘，你现在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已经掌握什么线索了？我想起来了，姐姐，你的追魂术。没错，之前我为了追查沈万三的行踪，想要调出他的阴魄魂，所以施展隐灵追魂术。可是没想到被这只老狐狸识破，将我的法术弹回，所以我无法确切掌握到他的行踪。不过还是大约可以知道他人现在应该就在濠州。在濠州？嗯，濠州应该不是山川江河的灵气汇聚之地啊。糟了，在濠州汇集大量山川灵气之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大明朝最大的。啊，刘国神，你现在说汇聚最大的，你是说两位大师，你们现在说的到底是什么地方？能不能跟本王说清楚一点？灵气汇聚的地方俗称为龙脉。龙脉？龙脉不就是？没错，就是皇陵。不打也不打了，不打也不打了。李安，撤，撤。真的是民不聊生，百姓受苦。不行，我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绝对不能。不行，本王绝对不可以出兵到皇陵围剿沈万三。皇兄，为什么不行呢？您没有出城，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天降火雨，百姓的房子全都被烧毁了，一切民不聊生。这所有的情况都是沈万三练天魔功所造成的。现在我们既然知道沈万三躲在皇陵之中，我们就应该出兵去剿灭他。只有除掉沈万三，才能够拯救这些灾民。四弟，你说的本王都知道，但是出兵皇陵风险太大，万一皇陵龙脉被破坏了，那么我大明江山不就全完了？父皇要我摄政，将整个江山社稷的重责大任都交给我，本王绝不能冒着江山社稷毁于一旦的风险出兵皇陵去围剿沈万三。皇兄，沈万三他已经杀了朱院皇兄，又想杀父皇，国家社稷都快没了，你还想保护皇陵吗？四弟，本王怎么会放任沈万三毁了整个江山社稷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想个办法，能避免毁去皇陵龙脉的情况，将沈万三诱出皇陵再行围剿？听皇兄这么说，你是不是有其他的办法？本王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我们可以从长计议啊。从长计议？皇兄，那些灾民等不了了，沈万三也不会给你时间想的。
难道一定要等到沈万三回来大明朝你再想办法是不是？四弟，皇兄，我是忠言逆耳，请皇兄体谅我的心情。皇兄，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抓到沈万三，要不然等他变成天魔的时候一切就来不及了。可是本王还是会担心皇陵龙脉啊。这点请皇兄放心，以四弟多年带兵的经验，在皇陵内抓这个沈万三并不难，不过他要是出了皇陵我就更没把握了。皇兄，时间紧迫，请你快点做决定吧。四弟，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本王所说的也不是没有缘由。既然这样，我们一起去国师府听听刘国师跟高斌师傅的意见。好，我们现在就去。这个卦式啊，是坎为水之卦象。先生，太子和四皇子来了。啊，快请。是。太子、四皇子，请。微臣见过太子、四皇子。阿弥陀佛。国师正在卜卦。啊，是啊。所问何事呢？哦，就是我跟刘师啊。在考虑是不是该去皇陵围剿这沈万三，所以就先来卜个卦看看。那正好，我跟太子也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哦，哎，这个卦象应该是坎为水之卦，其辞是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既然是险，那就这卦词后段是王公涉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太子，你熟读经书，应该了解其中的意思。国师，本皇子要是解得没错，这卦意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没错，这卦词的意思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是不论怎么说都离不开一个险字。不是这样解没错吧？是有其险，但是险中求生自有一线生机。你真的个弟兄当在当把穷穷穷穷丢弟兄化作你国师，本皇子要是解得没错，这卦意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没错，这卦词的意思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是不论怎么说都离不开一个险字。国师，这样解没错吧？是有其险，但是险中求生自有一线生机。这卦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只有毁了皇陵的风水，大明啊才有重生的机会。老徐，老徐见过太子、四皇子。老徐，回来的太晚了。太子，这让老徐来就好了。本王要为我皇兄烧点冥纸，这是做兄弟应该做的。诸位皇兄，你还记得我们兄弟三人去取开天辟地无心斧的事情吗？我记得我们说过兄弟同心
互相照应，互相照应。可是现在你却……再杀第三个有杀破狼内阁之人，父皇和母后此时如果回来，一路迢迢太危险了，所以本王请父皇和母后暂时先不要回来，请皇兄要体谅父皇和母后。圣旨到，万岁万岁万万岁！圣旨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儿朱彦骤逝，朕龙心悲痛不堪，为天可表，但太子之言有理，为国家正不能与贼人可趁之机，故而不克反京，望吾儿之灵安息。吾儿既已逝世，朕追封吾儿为齐王，哀礼等同国葬，钦此。谢万岁。谢太子。皇兄，这是父皇的圣旨，兄弟，这就烧给你了。阿勇，你不该死。你自己看，你死了之后，再多的安荣给你，对你来说又有什么用？阿勇。太子，四皇子，我们一定要为阿勇报仇。老徐，你放心，现在沈万三躲在皇陵之中练天魔功，我和太子来祭告朱越皇兄，就是要跟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出发，要去皇陵围剿沈万三，为他报仇。新仇旧恨，我们一次算清楚。沈万三，月瑶，月瑶，月瑶，你醒了。这里是应天西郊的山上，是爹为你准备的一个秘密地方。你不是我爹。月瑶，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吗？沈万三用法术控制冬儿，冬儿把你杀了，你还记得吗？记得了又怎么样？是爹损耗了很大的元神，布下了紫薇护生大阵，保住你的元灵，然后将你的身体放在用天山冰砖做成的冰棺里，再加上茅山道术秘传的养元神，护住你的元神，然后再拜托死而复生的何贵妃，将她一部分的精魂注入你的元神，接着再做法
召回你的三魂七魄，才能让你复生。你跟我说这么多干什么？要我感激你为了救我而费了很大的苦心是吗？月瑶，不管爹费了多大的苦心，都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你是我女儿。住口！我不是你的女儿。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和爹相认的？我问你，我们林家的血案是不是你做的？这件事你不是已经……我要听你亲口说。没错，是我。顾然是你，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为什么你要这么残忍？为什么？月瑶，我不可能，我不可能原谅杀我全家的凶手。我这辈子永远都不可能承认你是我爹。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我弥补吗？有，你说。就是让我们林家三十六口全部都活过来。茫茫